怎么来了？那你都阳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哎，你别进来，别进来，我怕传染你。出去！哎，干嘛？完了，已经传染了。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快进去吧，你这都阳了，我能不来照顾你吗？我不用照顾。那咋整？你现在放我出去，我感染别人去。走走走，快走吧。你现在还难受吗？我症状其实很轻的，可能就是有点低烧吧。嗯，反正我这弹药充足，保证让我宝健健康康的啊。嗯。然后你前两天说的，让咱俩好好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。我觉得我想的非常彻底了。那你说说。就是我也知道你生气的点是什么，就是我对你有所隐瞒嘛。嗯。这点我确实做的不对。主要我想之前那些事儿对我影响已经够大了，我既然决定做个了断，就没必要让那些事儿再继续影响到你，影响到咱们以后。然后你之前说的那安全感，怕我又回去，那我想说我现在就可以跟你一块儿咱离开这儿，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我。那你这是不是太傻了，为我放弃这么多呀？哪是为你放弃这么多，是我本来都已经放弃了，自作多情的不行。你还说我。那你怎么想的？嗯，其实吧，我想的也跟你差不多。嗯，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就行了，那其他的那些事情我也管不着啊。那你原谅我了？想得美。怎么说你也是骗我了好吧。那你想咋办？要不然你答应我一个愿望吧。啥愿望？啥愿望我也还没想好，反正我随时用随时许。那你得有个范围吧。没有范围就不行了。那你以后要说想三人行我都得答应你。什么三人行？就三人行。